其實你就要去嘗試去同佢好好相處，唔好俾呢只狗仔咧嗰個 size 大過你，咁即係你好似做翻佢嘅主人咁，識得佢去控制佢咁樣。即係啲人成日以為我於即係咪於走啊？失戀嗰排冇咯，反而我調翻轉，我係失咗戀之後，反而我係。冇掂，我咁耐亦都好少咁耐唔掂酒啊！差不多係食唔到嘢，我係差不多成個月。一日三餐唔使食嘢咯，水咯，飲水咯。我又好多謝咧，即係每一個人嚟嘅時候，佢哋好願意等。係啦，佢要配合我嘅節奏，同埋配合西灣嘅節奏，即係佢都要放慢，唔好催我。因為我都試過有人催我咧，講咗一句好 mean 嘅出嚟話翻佢，我都覺得自己好癲。但我覺得即係我想自己唔想下下都要屈住。今年一月。Regine 在長洲踩單車意外撞崩門牙，屍窩原來亦都係福，呢一撞撞醒咗係屍水。當時我記得我撲崩牙嗰日，因為我係去完復診，咁我復完診可能情緒唔係咁好啦，因為我多數嗰時情緒唔好嘅時候，我個人就唔係好集中到嘅，即係人哋同我講咩或者我要講啲咩，我係完全撈唔到咁樣，好有衝擊我覺得崩牙呢件事，定係唔知發生咗。人生裏面突然嗰下覺得，我想紋身紋一個狗仔落去，咁、那個就係 Black Dog 啦。咁呢個 Black Dog 咧，其實係好耐之前係有個關於係外國話要關注 depression 嘅一個協會咧，就拍出嚟嘅短片嚟嘅。咁佢就形容呢一樣嘢咧，情緒病係好似係狗仔咁樣。其實你就要去嘗試去同佢好好相處，唔好俾呢只狗仔咧。那個 size 大過你，咁即係你好似做翻佢嘅主人咁樣，你同佢共存，你有陣時要識得佢去控制佢咁樣咯。呢個聞咗個幾兩個月啦，我諗係純粹一個即係好似有個記錄咁樣咯。因為嗰段時間即係啱啱好兩個幾兩個月，新年嗰段時間啦，都係我開始覺得我真係要好好咁去面對呢件事啦，即係再咁落去。都唔係辦法啦，即係又要食藥，又要復診，咁呢啲又係錢啦，又係嘥時間，同埋即係情緒病呢樣嘢其實都會影響生活同埋你工作噶嘛。咁就即係想試下揾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咁所以其實呢個純粹一個好似一個話俾自己個決定，我決定咗我要同佢共存噶啦。怕唔怕有時俾呢一隻共存嘅黑狗反咬一口咧？就係學習唔好好恐懼有呢一日咯，因為其實有陣時你同狗仔相處，你知道佢都係因為恐懼或一時唔小心去傷害到你嘅，咁所以唔使話好似之前咁成日問點解，或者好嬲啊，或者有其他好負面嘅諗法放落去呢件事度咯，係啊。
2010年组成 Hot Chai 的第三年， Regine 就患上了抑郁症。即系唔十年都十一年啦，系有十一年啦，系由成一出道冇耐之后开始就唔系好识得 handle 到任何压力咯，系啊，任何压力咯，总之拍嘢嘅压力啊，面对人嘅压力啊，做嘢嘅压力啊，做音乐嘅压力啊，唱歌嘅压力啊，所有压力我都系一个好好垃圾喎，系完全极渣，即系嗰阵时我觉得系完全 handle 唔到咯，系咯，我抗压能力好低。当时佢觉得艺人是不可以被人知道有这个病，也因为这样令他更加辛苦。因为这样我成日都可能一定睡不着觉，情况很影响第二天工作表现和整个人情绪。基本上呢，我是很怕见或者多人的地方其实会不舒服咯。曾经身边的朋友会觉得 Regine 的性格很飘忽，每一次可能我都会回到家会觉得要休息很久啊，或者那个人的状态会不是那么好咯。其实有时你见我打给我会没听，是因为 我个人未可以即刻接受到即刻跟人家讲东西，所以我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怪为什么会不听电话，就是，但我是要就是可能给时间自己 ready， 那我才听电话。受情绪困扰，2011年他决定暂别乐坛，背着背包一个人走去尼泊尔和澳洲散心。不过情况仍然反反复复。我是上年开始啦，我就那个情况严重了，个症状即可能我的集中力真的完全，即以前的影响力呢，那个集中力是只不过是可能我看书永远都完结都完不到啊，对自己做的没有兴趣咯，即譬如我很喜欢唱歌跳舞这些基本的我都不想做，煮嘢食都不想煮。是上年就差到可能我最后我 feel 到啲情绪嚟啦，我想斟杯热水咁简单就去瞓觉都唔得咯，即系都会即刻辣亲啊咁样。再加上一场情伤打击，有抑郁嘅佢超出负荷，暴瘦之下得翻84磅。好得意地咧，即系其实同佢一分开冇耐咧，可能外间都会觉得我好瘦好残啊咁样。但其實當下我都是用一個很感激他出現的心態，即我覺得他的出現都是很好的，因為真的他都有曾經幫助我去試下面對這個失眠問題啊，或者情緒上的問題的，他真的拿個心去真的幫過我的，但是未必個人都會 handle 到，可能一起去 take care， 再加上其他的事就分開了。咁只不過呢件事係一個係我自己俾自己挫折咯，即係都覺得哎呀，好似覺得哎呀，好似又失敗咗啦咁樣。咁然後咁你任何人分手都會唔開心噶嘛，只不過可能將你一唔開心，然後就將你個情緒再拉低啲，咁我就突然之間其實冇原因就爆發得好勁咯。所以啲人成日以為我於即係咪於走啊，失戀嗰排啊，冇咯，反而我調翻轉，我係失咗戀之後，反而我係。冇掂，醫生其實都有講翻嘅，酒精係勁影響情緒嘅。嗰陣時我差不多係食唔到嘢，我係差不多成個月唔使食嘢咯，水咯，飲水咯。我好中意飲酒，連酒都冇飲，所以我覺得好誇張。嗰陣時咧就我諗，因為真係太耐冇食嘢啊，攤喺度，我諗起碼至少要兩個禮拜以上嘅，即係我諗斷食都嗰個時間都多過斷食嗰個時間啦。家人的关心帮他慢慢从牛角尖走出来，因为我84磅，现在都去回都是92、34。去年中他遇到一位好医生，令他终于明白每个人受压的程度不同，要找合适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以前直情不知道自己慢，即是不知道自己需要慢，我是扮扮声来的，现在我都会的，即我是成日都会提自己放慢的人，是我很容易心急咯。搬入长洲开餐厅，去找回自己的节奏。就是一起身放松一阵之后，我就会去出翻去码头，捉买货咗装翻盒嚟，咁我就开始准备食材啦。咁啊，开始执拾下啲嘢啊，抹下啲嘢啊。就可以開鋪，然後多數啲客人多
佢三點大我先嚟嘅，係啊，咁所以嗰個節奏都比較慢少少啊。我呢度都係一個人打理啦，咁所以都我又好多謝咧，即係每一個人嚟嘅時候，佢哋好願意等。係啦，佢要配合我嘅節奏，同埋配合西灣嘅節奏，即係佢都要放慢，唔好催我，因為我都試過有人催我咧，之後我情緒又好差啦。之後我就忍不住，我要發脾氣出嚟，因為我覺得我不發出嚟，我會谷住咧，我會唔得啊！之後我就真係，即係總之發用我一定佢聽到嘅聲線喺個波度講咗一句好 mean 嘅出嚟話翻佢，我都覺得自己好癲。但係我覺得即係我想自己唔想下下都要屈住，因為以前有啲咩情緒或者嬲，我都會下下都會唔講啊，啃咗佢咁樣。可能我都有想過，可能我需要請一個水吧，即係幫手整嘢飲。但如果暫時如果啲人都願意等，我覺得都 OK， 起碼15分鐘咯。啲台咧，我有擺我以前出過一本書咧，真係每一個等嘅時候都會真係打開嚟睇嘅，好認真睇下本書啊，然後買啲玩具喺度啊。其實呢個地方我本身想帶俾你感覺都係個節奏唔需要跟翻城市。我試過幾次咧，都少少熟嘅嗰啲客，你嗰幾次嘅，咁可能平時都有講開嘢，咁嗰日咧，我已經可能皺曬眉頭啦，煮緊嘅時候，佢喺堂房，我話你唔好同我講嘢，我真係唔講唔到嘢咁樣，即係佢哋就好好喎，佢哋就會坐低飲佢哋自己嘅嘢啊，食佢嘅嘢就唔會同我講嘢。個鋪租唔貴度，所以咧係容許我真的很攰或者情緒很差的時候真的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因為呢度嗰個太陽同埋啲雀仔聲，你感受到就太舒服、太温暖。所以嗰陣時我應該大部分時間都可以令到我很放鬆啦。呢個位置，只要我一起身咧，我就會攞杯咖啡，望下個海啊，之後曬下太陽，因為太陽很重要嘅，係對任何人嚟講。咁啊，就會嗰日就會心情平復啲咁樣，係啊。同埋當我真係情緒好差、好差、好差嘅時候咧，我覺得呢條路西灣呢條路咧係真係好神奇啊！好多次係幫我即刻嗰下係舒緩咗我好差嘅情緒，又可能大嶼山嗰搭嗰程船過嚟啦，然後到或者我放工嘅時候日落。行出去或者行入去嗰個日落景啦，我覺得大自然嘅力量就係會幫你 healing 個人。黑狗印記旁邊聞咗呢一句 ，Things get ugly when you come closer 啦。咁係我好耐以前睇過一套戲，我記得好似係 Paper Town 嗰套戲，係啊。然後就係講有啲嘢都好脆弱嘅。那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咧，我就係睇完嗰套戲，覺得哇好重啊！我覺得好似每一次啲關係咧，你其實只要行近少少咧，就會睇得到大家嘅缺點啦，就會好核突。然後你就係要睇你接唔接受嗰個核突，或者係最後大家一係就嚟分開。因為當你越 close 嘅時候，可能就越要越多索求，越多咁啊，又係呢個其中一樣嘢咯，係啊。咁我覺得喺個距離上嗰拿捏好似。都好喺一個人生裏邊一個好難學識嘅嘢，而但係嗰個距離又唔係話好同，就係唔好有 judgement 啊，即係嗰個距離其實可能係用翻個距離第三者嘅角度，或者點樣去明白對方，或者等對方睇明白自己。由创刊开始，31年都坚持感言，开展侦查报道，创全新报道方式，首创狗仔文化，大爆名人豪门恩仇情秘，无惧黑势力，大揭黑社会秘闻，踢爆政府丑闻，企喺香港人一边。由过去到现在，一周刊从来冇变，我哋都一样坚持感言。喺最坏嘅时间，我哋承诺会一直喺香港人身边，
陪你继续讲真话。一周刊31年，和你一路同行。